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感谢各位收看有态度的谋安分享评头论足。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机体呢，就是由万代公司在2014年3月所发售的这款 Robot 魂沙地利。在 UC 独角兽的开篇中，我们的十二妹驾驶着巨大沉重的沙地利首次登场，像开挂一样操控着浮游炮，并且冷静作战的表情啊，至今记忆犹新。而另外，沙地利标志性的外形再配合上纯绿的配色，从而让玩家们赋予了它大青椒的称号，同时也一跃成为了众多热门独眼机体中的一员。但是比较遗憾的就是，这款沙地利在万代主流的魔玩产品中呢，只出品过 HG、SD， 包括这款 Robot 魂，其他的大多是一些试玩以及扭蛋了。那对于大比例的 MG 或者 RE 呢，则是从来没有出品过。对于体积控呢，只能去选择一些第三方的 GK。真的是让人感觉比较可惜。当前这款二魂沙地利呢，已经上市2年多了，淘宝上的现货呢其实是有，但是价格啊都比较高。不过啊，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在今年的9月呢，沙地利将会再版。对于喜欢选择官方产品的朋友呢，又多了一次选择的机会，还是挺不错的。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在 Play 玩具控上各位朋友对于这款沙地利的点评。有部分朋友呢认为这款二魂的沙地利呢，外观方面看起来不够霸气，同时呢细节部分的刻画呢感觉又比较少。但是我个人感觉呢，这款二魂的和之前的 HG 的相比呢，细节只能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官方的细节造型啊，确实是没办法和第三方的 GK 相比啊，这是肯定的。而另外呢，玩家们依然认为啊，12000日元的定价，对于二魂来讲啊，价格确实还是比较贵的。有部分玩家呢，可能会转而去选择国产厂商的产品，毕竟啊，价格还是比较实惠的。希望后面的视频内容对于大家选购各种来源的沙地利呢，能够起到一点参考的作用。那么好了，进入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二魂的沙地利呢，全新的现货比较少。其次啊，价格也是被炒得比较高。我手里面这一盒啊，并不是全新的，是之前呢在闲鱼上淘来的二手玩具，因此呢这个盒子啊看起来是比较陈旧，肯定是盒损无疑了。但价格方面呢，肯定是要比全新的便宜上不少，入手价格呢大概是在600多块。盒子虽然尺寸不小啊，但是已经破烂不堪了，因此呢我们就不看外包装了，直接看盒子的内部。首先呢，在第一层的锡字封装内部呢，可以看到我们沙地利的主体和四片肩甲夹舱，以及一些造型手和特效件。第二层呢，则是我们这款产品的支架地台，包括光束军刀的特效件和剑柄，以及一些浮游炮的特效件。那比较值得注意的就是呢，虽然我这一盒是二手货，但是呢，浮游炮的支架呢，则是完全没有拆封的。总体来看呢，在内容物的部分呢，还是比较新的。为了大家能够看得清楚，因此呢，在搭载夹舱之前，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沙地利的主体部分的造型以及涂装。在这里呢，让我最满意的一个部分呢，无非就是胸口部分的纹章以及袖口部分的纹章了。白色部分的图案呢是清晰可见，而且基本上是看不到掉漆以及异色的。虽然图案的部分尺寸很小啊，但是涂装的部分呢，个人感觉还是比较细腻和精致的。而之前我做过的 HG 版本的胸口以及袖口部分的图案呢，则需要靠贴纸来进行补色，弧面比较大，贴完之后呢，感觉皱皱巴巴的。如果仅是素组啊，效果并不太好。在主体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两个系列产品的区别。首先看一下 HG 的版本，在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HG 的版本呢，身材啊是更加壮硕上一些的，而二魂的版本呢，看起来则是更加瘦弱并且苗条上一点。单论体型方面的还原度呢，个人感觉还是 HG 的版本呢看起来更加舒服一些。在外甲方面的发色呢，两者也是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异。我们这款二魂的外甲颜色呢，可能是整体色调更偏黄上一些，因此会带给人一丝轻微的陈旧感。同时，两款产品呢，在肩部的结构呢也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区别啊。单论主体部分造型的比较呢，个人感觉这款二魂的呢，确实是没有之前的 HG 的版本呢看起来那么霸气。主体部分的造型呢稍显瘦弱，确实是缺少了动画片里面那种肥猪味。然后让我们更加深入的来看一下这款二魂沙地利的细节部分的造型以及可动。首先呢，来看一下头部的造型。在头部的造型方面呢，个人感觉还是挺不错的。虽然通常呢都会被称之为肉魂啊，但是我们今天这款沙地利呢，头部的细节部分呢并没有任何的丢失，棱角分明，清晰可见。在头部的结构方面呢，基本上与 HG 保持了一致。但是呢，放在一起之后呢，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我们这款二魂的要比 HG 的小上了一圈。而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这款二魂沙地利的独眼部分呢，完全靠的是涂装，因此啊，并不具备 HG 的那种波动调整式的可动结构。因为我本身并不是把玩党啊，因此呢，我个人感觉这个部分啊，倒也是无所谓。HG 的版本呢，头盔连接是靠着一个铸铅卡榫安插在头盔内部的皮带件里啊，同时呢，头部的尺寸也比较大，因此可动范围也并不算太好。而二魂呢，则是在这个颈部的下方设定了一段可动区域，同时呢，上端采取球形关节，所以呢，在头部的可动部分呢，二魂确实是比较强，但是呢，脖子会看起来比较长一些。
HG 的版本呢，可以看到肩部顶端的可动关节呢被设定在了夹舱的连接件上，大幅度活动起来的时候呢，这个造型方面呢看起来是比较怪的。而 R 魂的肩部的两处结构呢均自成体系，手臂部分呢是靠着球形关节安置在主体身上，可动范围还算不错，同时啊并没有松的感觉。肩部呢同时也提供了前伸关节，前伸区域呢大概是达到了90度左右，而且也不存在什么干涉。这个部分的设计呢虽然很简单，但效果啊确实很棒。因为根部呢采取了球形关节啊，因此呢平台的区域表现其实并不太强，考虑到之后呢有肩甲夹舱，所以呢这个部分感觉倒也无所谓。在手臂的上段以及中段呢都提供了可以进行独立旋转的区域，手感方面很顺畅，没有像 MB 那样紧得不要不要的。在小臂部分的装甲尺寸比较硕大，因此呢手肘部分的可动呢大概可以达到150度左右，这个可动区域呢已经足够用了。在手腕部分呢靠着一个球形关节连接着我们这个沙迪利的造型手，除了本体上的拳头手型之外呢，额外还提供了两对握持光束军刀的手型以及一对释放浮游炮时所需要的掌型。造型手的部分呢总体而言尺寸都比较小，只有在手背部分的装甲呢是具备着一点涂装的，大体感觉还算可以。前胸部分的四枚 Mega 粒子炮呢是靠着结构分件呢来进行安装的，并没有采取任何涂装，结构感方面呢和 HG 的差不太多。两侧呢都可以看到尺寸非常小的黑色火神炮。在腰的部分呢，我们这款二魂的沙迪利呢看起来略微有点太过于纤细了，在丰满的胸甲遮盖之下呢，小腹的部分呢会显得比较空洞。上下肢之间的连接呢是靠着一个尺寸很大的球形关节，因此呢可以进行大范围的左右摆动，同时啊也是多亏了细腰的设定，并不存在什么干涉，因此呢可以进行360度的旋转，手感方面也是比较紧实啊，并没有任何腰松的情况出现，挺不错的。在胸部中段呢提供了一段可以进行弯腰的关节，虽然只能实现弯腰的动作啊，并不能够实现挺胸后仰的动作啊，但是呢这个可动幅度呢个人感觉也挺不错的，再配合上腰部的球形关节，因此呢大幅度的弯腰动作是可以实现的。在小腹部分呢可以看到延展出来一块非常大尺寸的尖锐结构的装甲，造型部分的刻画呢是非常犀利的。在裆部的出气道位置呢可以看到采取了白色的分件，同时呢表面也是具备着一定的黑色涂装。前裙甲部分呢可以靠着球形关节进行向上抬起操作，但是会和侧裙甲部分呢产生一定的干涉，因此呢需要调整一下侧裙甲的位置才能顺利上翻。取下前裙甲之后呢可以看到啊，在白色部分呢并没有采取独立的分件，而是完全借助了涂装，涂装的部分呢感觉还是比较细致的，如果不是掉漆啊基本上很难发现这是涂上去的。侧裙甲部分的造型呢采取了一个非常明显的 C 面处理，看起来完全没有任何肉的感觉。连接部分借助的是一个简单的球形关节，但是却可以进行大幅度的抬起。在侧裙甲的白色区域呢这次则是没有采取涂装，而是借助的白色分件，因此呢结构看上去是更好一些的。后裙甲部分的结构呢看上去是要比 HG 的版本呢小上不少了，特别像是昆虫的屁股。在表面部分的细节呢虽然刻画比较少比较简单，但边角部分的结构呢依然是非常清晰和锐利的。在后裙甲的部分呢并没有设定任何的可动，后裙甲部分的固定啊并不是紧得要死，是可以拔下来的。拔下来之后呢可以看到内部是采取了两个方形的卡榫来进行的连接，同时也可以看到内衬的部分呢是有简单的结构刻画的。在胯部关节的位置呢采取了和拼装版一样的结构设定，但是在玩的时候这个手感啊确实紧实上很多了。首先呢大腿的根部可以进行独立的旋转，虽然大腿很粗啊，但是呢旋转的过程中呢也没有什么干涉，还是很流畅的。前提的部分啊因为大腿比较粗，同时呢裙甲存在部分的干涉，因此呢达不到90度。得益于侧裙甲部分的可动区域很强啊，因此呢侧踢的部分则是完全没有压力，轻轻松松的就超过了90度。后踢部分呢因为后裙甲不可动，因此呢只能达到45度左右的可动区域，再往后抬的话呢后裙甲就会被顶下来。在腿部呢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地方，就是在膝盖部分的装甲呢其实是具备着一定的联动结构的，在屈膝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装甲呢是在上下活动的。 HG 的版本呢这里则是完全不可动的。在膝盖部分呢采取了三段式的可动结构，幅度呢大概是停留在120度左右。在小腿部分的装甲结构呢和拼装版呢基本上也是一致的，但是优势呢是在部分的结构上进行了渗线，同时也进行了一点涂装补色，虽然细节并不太多，但是呢涂装比较仔细，效果还是挺不错的。在脚踝部分的关节呢在活动的时候会感觉手感部分非常紧实，甚至能够听到咔咔的塑料声，同时前脚掌的部分呢被设定上了一段可动，可以进行30度的抬起。而另外呢因为是采取了球形关节的设定啊，因此是可以进行旋转的，
手感同样是非常紧实。在脚掌部分呢，内含了一段侧摆关节，活动区域呢感觉表现还算不错。在脚底板下面的细节呢，同样也没有缩水，可以看到喷口的结构造型。总的来讲呢，我们这款二魂的沙地力在可动的部分，包括脚底板接地部分的表现呢，个人感觉都算不错。同时呢，如果入了 HG 版的朋友呢，相信也会发现我们这款二魂的呢，在细节部分的刻画其实一点都没有照 HG 的差，而且主体部分的结构完全没有任何肉的感觉。对于二魂来讲，我感觉这样的表现已经算是非常不错了。剩下的时间呢，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款R魂煞迪丽的装备部分。首先呢，我们要看的就是作为煞迪丽的灵魂部分，就是这四枚肩甲夹仓了。说真的，这四个肩甲夹仓绝对算得上是我们这款R魂煞迪丽的一大卖点了，甚至呢有部分的结构已经完爆了拼装版。那剩下的时间呢，就我们仔细来看一下这四个夹仓，看看到底牛在哪里。首先呢，在尺寸方面依然是要比拼装版的小长一些，而其他部分的表面结构呢，可以说是大体相同，并没有什么区别。在二魂夹仓的机械臂位置的关节设定呢，和 HG 呢存在着少许的区别，位置不太相同。有两处可以进行活动的关节，同时呢在根部可以进行旋转。在关节部分呢，运用了锯齿状的结构，因此呢活动的时候会感觉手感是非常的紧的，固定造型效果非常好。而中段位置呢，看似有一段关节啊，但是呢这段关节完全是摆设，只是一个造型而已，并不具备可动的结构。在内侧呢，可以看到两枚尺寸很大的喷口，根部借助球心关节来进行的连接，活动空间很大，但遗憾的就是喷口的部分呢，并没有采取任何的金属色的涂装，感觉有点可惜。而另外呢，在喷口的部分，这款产品为我们提供了喷射火焰的特效件，淡蓝的颜色，软胶的材质啊，但是个人感觉呢，这个火焰的造型呢，看起来并不太让人满意，看上去像一个海葵一样，直接安插在喷口内部就可以了，固定方面呢，还是比较紧实的，并不会脱落。在浮游炮的部分呢，则可以像 HG 那样进行单独的拆除，为我们提供了两种形态的喷射特效件，但数量加一起呢，总共只有12个而已，而我们的沙地力的浮游炮呢，总共有24枚，所以呢，浮游炮的部分呢，并不能够全部搭载上特效件。装完特效件之后呢，还需要安接专用的浮游炮的支架。在透明支架的部分呢，为我们提供了八种形态，总计呢16枚，也就意味着最后呢全部搭载完成之后呢，只有12枚是带有特效件的，另外4枚的浮游炮呢可以展开，但是呢并不具备特效件，而其他的呢则需要在夹仓内部了。把球形的部分呢对齐到特效件的内部呢，就能完成安插了。但是呢小火焰的部分呢，安插球形关节其实非常紧，在这里呢你真的需要花上一点力气呢才能完成组装。那浮游炮安插完特效件，并且搭载完支架之后呢，根部安插在我们的夹仓底下的凹槽内部呢，就能完成搭载了，还是非常简单的。支架杆的部分呢，总共有八种形态啊，因此呢，安装完毕之后呢，看起来浮游炮的释放呢，完全是随机的。这种乱七八糟的释放样式呢，倒也和动画片里面的样子呢，差不上太多。总之呢，安插的时候啊，不需要太动脑就是了。而二魂肩甲夹仓的最牛的部分呢，就是在外层可以进行展开，那这一点呢 HG 是做不到的，也算得上是二魂的一大特色了。当展开完成进行回收的时候呢，会发现一个位点，当到达这个位点之后呢，舱盖会自动合拢起来，整个的过程让人心里面感觉非常的舒服。在末端呢，也是提供了一个尺寸很小的机械臂，但是呢这个部分的机械臂的结构呢，和 HG 的相比呢，则是细上很多了。在进行把玩的时候呢，要小心一点，以防把这个位置呢给碰断了。那么好了，结构的部分呢我们展示完毕，剩的时间呢就我们把这四个肩甲夹仓呢给安装到主体身上。安装的方法呢非常简单啊，直接把卡榫的部分呢对齐到肩膀的凹槽部分呢，就能完成组装了，手感同样也是非常紧实可靠。那么当全部安装完毕之后啊，我们这款二魂的沙地力拿在手里面真的是沉甸甸的，很重。但是呢，由于四个肩甲夹仓呢分布位置比较平均啊，因此呢放置在桌面上的时候站立也是非常的稳的，并不会来回倒。此时呢再把我们之前拿出来展示过的 HG 拿出来做下对比啊，可以看得出来 HG 的尺寸呢依然是要比我们的二魂呢大上不少。两者的身高尺寸呢其实差不上太多啊，但是呢我们二魂的肩甲夹仓此刻看起来啊确实是小上了那么一点，标志性特色看起来不够明显，也许就是部分朋友说它看起来不够霸气的原因之一吧。之前内容呢一直在和拼装版的来进行尺寸对比，朋友们可能并不了解这个尺寸到底有多大。然后呢我们拿出我们之前的 HG 版的新生78来看一下，可以看得出来沙地力啊真的是尺寸不小，高度方面呢大概是在20厘米左右，基本上要接近一款 MG
MG 了，相信这是他一直以来无法 MG 化的原因之一，毕竟本身的机设尺寸就很大了。四片推进器加仓部分呢，可以进行向内侧的收纳合拢，像动画片里面一样。收纳的时候呢，可以感觉到啊，这关节的部分呢，还是非常的紧实并且可靠的，感觉不太容易断。作为我们萨迪利唯一的手持武器呢，只有这三柄光束军刀，分别是两种颜色，两种形态。在为这两柄光束军刀进行造型手的安插的时候呢，一定要辨识清楚啊这个造型手的选择。拇指翘起的握持造型手呢，所对应的是这个刀柄比较长的绿色光束军刀。在对光束军刀进行握持的时候呢，会感觉这个手指的部分呢是比较软的，经常捏不紧光束军刀。幸亏光束军刀本身比较轻，如果换成其他武器的话，必掉无疑。最后的部分呢，就是这个 MB 样式的支架地台了。在通贩版的二魂里面呢，这个地台真的是比较少见了，相信呢也是这款产品定价昂贵的原因之一。但是我相信肯定没有人愿意为了地台而买单。台面的部分呢，进行了光泽化的处理，同时表面匹配有烫金的文字和图案纹样，同样都是黑色配合上烫金，但是看起来啊，却比之前的 MR 魂海牛呢漂亮很多了。我们已经看过很多的 MB 地台了，支架的部分呢和其他的 MB 产品呢也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就不看了，直接给它安插上去。在搭载沙子力之前呢，首先需要把后背部分的装甲呢来进行拆除，把上面的一个小盖子给取下来，此时呢才能展现出用于搭载支架的凹槽。之后呢，就是对应凹槽把这个沙迪利安装到支架上啊。但是安装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啊，这个连接的部分呢真的是非常的松，完全没有之前搭载 MB 的那份紧致的手感。同时啊，各位朋友也千万不要去信任这个支架啊，完全不可靠。在安装完支架之后呢，可以看到啊，这个部分第一非常松，第二呢是采取了单点固定，所以啊，我们的二魂沙迪利呢在上面是晃来晃去的。而且呢，如果加仓的部分没有摆对称的话呢，就会发现沙德利呢会朝一边倒，这样的话就让感觉十分不爽了。所以呢，该塞纸啊就塞纸吧。那么好了，我们今天这款二魂沙德利呢到此为止就展示的差不多了。可以看得出来啊，这款二魂沙德利呢在可动的部分包括关节部分的紧致程度呢都是让人感觉非常不错的。同时呢，金甲部分的加仓呢还可以进行结构的展开并且释放灰油炮，可以说充满了可玩点。另外呢，这款产品呢在细节部分的刻画，包括做工，包括脱装，我个人感觉都属于上乘。在进行了头几次的二魂的产品的点评之后呢，我感觉今天这一款沙迪利呢作为官方的产品来讲呢，应该是万代最好的一款沙迪利了，没有之一。如果硬要说不足的话呢，这款沙迪利也许在身材方面的苗条，包括加仓部分的缩小啊，算得上是它的一个不足之处，的的确确缺少一点动画片里面那种肥胖厚重的感觉。除此之外，我个人感觉都很不错。在这里呢，奉劝各位朋友，如果喜欢二魂沙迪利的朋友呢，一定要去尽早预定，因为呢一旦上市之后呢，这款产品只可能会越来越贵。而至于什么降价的心态，或者是等 REMG 这样的啊，我感觉可以先放一放了，遥遥无期啊。而另外，仅仅想把玩并不考虑收藏的话呢，其实选择国产我感觉也是未尝不可的，毕竟便宜，玩坏了还不心疼。但是具体表现怎样我是真的不清楚，毕竟没入，所以呢大家就别问我了。那么好了，我们这期节目聊到这里就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观看，同时呢也别忘了订阅我们评头论足的微信公众号评高达，最新节目的信息呢将会及时的进行推送。那么好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